父亲彼得不听话，直接上凳子。又死俩条鱼。哟，没有了，800斤的重驴。我的二分过了，不得你说，你再给我绑上条鱼，绑条牛，你不能收着狗笼子，你还给我弄了，你怕它不吃，你都他妈。还我收你家这狗笼子里边。给我急的够麻烦，我想用一个。哎呀，扛个柱子呀！行，是。何总，这家伙往这不经历了，搁这不也？要往这去。牛逼大惨了，安利。有这不配合。咋了？就给他上币。